你知道不行又怎么杀神 Clicky， 右边这位是挑战者一铁牛。对，这位是星期天。对，星期天，大家众所皆知的星期天，究竟今天的卫视中文台到底是铁牛像呢，还是星期天像？对，比卫视中文台。好，怎么样？这在开场吗？对对对对，你先。卫视中文台。好，铁牛，请就位。让我看看。卫视中文台。有没有更长一点台词？卫视中文台会讲什么东西？樱桃小丸子。暑假最强档经典，每周六晚上六点，只有在卫视中文台。哦，来铁牛，完了，铁牛。暑假最强，只有在礼拜六卫视中文台。感觉，今天的卫视中文台大评比，相信大家都已经有一个心中都有一个自己喜欢的那个。要让大家的答案在底下留言，在底下留言多少钱要在录？卫视中文台吗？好了，今天差不多是这样。除了铁牛在这边，还有他们的团员花生，还有圣杰斯。那这边还有史莱姆，香港的一些实况组全部都来这个地方。大 J， 那老皮也在，老皮在后面，老皮去点餐走了，他走了是吗？那今天差不多这里喽。如果喜欢片的话，不要忘了在左下角有个喜欢，在左上角有个订阅，随便片频道，随便纵片动态。我们下一集 episode 再见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